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你嘅产品攻占全球43亿嘅移动量？喺呢个视频，我哋教大家点样零成本做全球首页排名，让整个市场慢下来。我哋提供无限空间、无限流量、全智能手机购物网站建立系统、免费购物车、国际支付平台、全球化嘅视频推广平台、无限 QR code 制作系统。大部分嘅朋友都活在移动嘅互联网世界。他们透过手机上网搜查、看新闻、看电影、下载音乐、购物、手机银行、搜索。在全球移动市场里面有43亿的移动用户，我们怎样用一樽矿泉水的价钱就摆回下来。我们提供30天免费试用，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互联网的海量数据变化。所谓海量， 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时，我哋要三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几万，微软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 ，Amazon 销售83000蚊美金嘅产品。我哋点样要攻占呢个市场？首先，我哋一定要做到全球首页排名，真真正正做到创业容易，首页更容易。只要你拿到全球首页排名，你嘅销售就冇音，真真正正做到销售全球化，无时区无国界，全智能手机。购物网站建立系统，半个小时大家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手机购物网站。全球化的 QR code 系统，我们提供无限制作，大家很随意选颜色、选图形、加入 logo 去建立自己的 QR code 系统，一世免费。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，我们保证，我们承诺在大家的广告播出之前绝不监察广告去干扰，同时我们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观众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，只要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睇到你个广告、呢个视频。喺嚟紧嘅5月20号，我哋喺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，时间系下昼3点至5点。如果大家对以上情况想进一步了解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联系一下。多谢大家。